最近地。德国球安打了，今天月地再加两个倒垒棒，但是三次的打击并没有上。哦，岳振华是想要拼倒垒王。你要怎么调整自己？而且你在来年的春训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储备自己的能量？喂，这个球，哎呦，这可以挑战。三垒有人，这球打得强劲，形成了一个穿越的安打，在路上跑者回来得分，还是厉害，适时的安打出现，今天的一些判决没有影响到他，看他前面也很狠，三个飞球，现在比分追到了2-4，这就是俊秀这种老将的价值。内角比较甜的位置，相当强劲的穿过了内的防线，回来得分的是岳振华，代表的张志伦上到了二垒，陈俊秀上一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